大家都看过《海角七号》吗？没有看过的举手。全部看过，哇，哇，好，我们今天的演讲者会非常的羡慕哦。那我想也因为《海角七号》这个掀起了国片的一个热潮，然后让大家也重新看到国片的新希望哦。那大家知道，这个魏德胜导演他其实刚开始也是从纪录片开始，那在国内其实有非常多优秀的这个影像的创作者。我们交大也有，大家也看过《红野狼》吗？有没有？我看到有人摇头，有没有看过《红野狼》？我们交大自己出品的校园电影啊。那我们今天特别为朋友邀，就是为同学们邀请到一位新秀的导演，那也是一位非常我觉得非常杰出的女性导演啊。那吴泰任吴导演，我们先给我们今天的讲师一个掌声。好，对，好。那吴导演也是啊，他其实六年级生，所以跟你们年纪很近了啊。那可是他对于台湾的电影事业，其实他是有一些梦想。那他等一下他会跟大家分享他自己投入电影的一些心路历程。那从2003年他拍就是他的第一部片子哦，我看过吴导演他的一些介绍了，他说其实他在拍电影他踏出学校的时候，刚开始其实没有想到走入电影这一行。那可是因为他学的专长跟这个领域非常有相关哦，他也做过电视的这个制片。后来就还是钟情于这个电影这个领域，特别是导演的这个工作。那他自己分享了，他说他其实他在导这些戏的时候，他是在解决自己的人生的问题哦。那像他的第一部片子《快不快乐四人行》，那是探讨一个精神分裂的这个家庭，那也触及到对到底人追求的快乐是什么，然后你面临这样子的环境，你要怎么继续走下去哦。那第二个他面临的是他自己亲身的体验，就是他面临这个丧母之痛，然后让他也拍出另外一部片子，就是《再见1999》。对，那这两部片子他也都获得了很高的荣誉。我想大家从他的 DM 里面就看到，就是也获得了包括2003的台北电影节的最佳纪录片，然后第二部片子也获得这个台北的这个百万纪录片的奖金啊，还有在瑞士的一个电影奖的这样子的荣誉。那在去年，那之后又陆续拍了很多的片子啊。但是这些片子其实都在探讨一些社会现象跟人生所面临的一些课题。那去年他又面临了一个新的课题了哦，就是爱情跟婚姻的课题。那他就拍了一部片子叫这个寻情历险记啊，寻情历险记。那这部片子里头非常的有趣，那等一下这个导演会跟大家分享。那也因为这个片子让他做出了一件在台湾的电影界目前还没有人推动了，我说有点类似像我们讲的国民信托这样子的方式啊，在推动。那希望募集500位这个500壮士啊，500位有情者一起来投资这部片子，让它可以从小众的纪录片变成是一个在院线放映啊。那希望也能够掀起这个国片的一个旋风。那我想目的不是只是为了要让电影可以上映，目的是为了那个电影的背后，就是这部电影的背后是什么。那我想我不要讲太多，也许等一下透过那个吴导演的分享，大家就知道他到底拍这部片子的动机是什么，然后也期望这样子的片子对社会上能够引起怎么样的一个回响，或者对社会上有没有怎么样的一个比较正面的启发啊。那所以希望同学们大家可以提起精神来，大家一起来分享，也来见证一位文化工作者的心路历程。那我们现在就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吴泰任吴导演。谢谢洪主任的介绍哈，非常开心在这边那个跟大家可以有短短的时间来跟大家交流，那个分享一下我这一路走来的那个经验呐、啊。
我想要一开始的时候在谈我为什么会走上纪录片的导演的道路，然后为什么会拍了《寻秦历险记》去推动这部片上院线，然后而且是发起这么用这么辛苦的方式招500人的方式，这样的一个到这样的一个阶段，我想从我最开始，我想要从最开始我人生的梦想这个主题啦来开始谈吼。我想要问问大家，大家还都才大家应该都才20岁而已吧吼。20左右大学生嘛，还是个非常那个充满希望的年纪。那我想要问问大家，你们还记不记得你们小时候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梦想吗？你们有想过想要以后要成为怎么样的人，或那个你们的梦想是什么？大家可不可以回答我一下，还记得吗？然后主任说可以，我随便点一个。好，我们那个一边都问一下哈。你们有谁可以告诉我你们的梦想是什么？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啊，这位帅哥，你可以告诉我吗？我忘记了。你忘记了？有谁记得？有谁可以回答我吗？啊，你可以说吗？你可以说一下吗？你还记得你的梦想是什么吗？小时候？我当一个医生啊。想要当一个医生，为什么想要当一个医生？因为可以救人。可以救人，这个是很想要帮助别人，对不对？这样的一个心情很好。还有呢，各位同学，下一个很可能就是你。好，这位啊，我们找美女好了，你已经逃过一劫了。你的梦想是什么？你还记得吗？在联合国工作。哇，真的？然后想为什么？为什么呢？跟那位同学一样，想救别人。哦、很想要帮助别人。其实帮助别人，能够去真正帮助到别人，然后被帮助，其实是一个很美的事情。哇，谢谢你！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联合国工作的志愿，非常棒。还有吗？这边每一边一区都要。要找哪一位呢？你们有人愿意自愿吗？大家聊一下，让我了解了解你们的对梦想这件事情的感觉，好不好？好了，就是你了。我，你的梦想是什么？梦想，会飞吧。会飞哦？为什么呢？你不觉得会飞很酷吗？会飞很酷，怎样？那是怎样酷？它是一种自由让你觉得很酷，还是说，可以很高的俯瞰别人的很酷？跟别人都不一样的很酷。想要与众不同，很酷。每一个人都与众不同，谢谢你。没有错，每个人的梦想都不一样，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很想跟别人不一样，然后。有的人喜欢帮助别人，有的人想要有的人想要成为老师，有的人想要成为护士。然后我呢，我自己想要成为一个艺术家。我小时候觉得说，我觉得艺术家很酷，大概就像那位同学，就我也说不太出来为什么，但是我只是觉得说，好像当个艺术家很棒这样子。对，但是我小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梦想之后呢，我就把它抛在脑后了，因为我就进入了学校的体制之中，我从国小、国中、高中、大学就一路念书这样子。那我不知道现在的年代跟我们那时候年代的差别是什么。那时候我每天都很害怕那个考试考不好被打这样，所以我都很认真读书。对，那我已经，然后我就完全忘记自己到底想要过怎样的人生，想要怎样的生活。对，但是我只觉得说我好像越来越不快乐。我就觉得说好像，我觉得生活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对劲，但是就是觉得好像怪怪的，觉得怎么自己好像越来越不快乐这样，然后越来越没有活力，然后一天没有怎样，没有就是我一样吃饱睡好，然后也都有饭吃，那为什么我会觉得不开心呢？然后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真的很想了解说到底怎么回事这样。
但是其实基本上我虽然有这样的疑惑，我基本上我都还是浑浑噩噩的过我的人生啦，其实就是还是在联考体制当中啊，努力 考上高中，努力考上大学这样。然后呢到大学的时候呢，我一个摄影课的一个老师，他讲了一句话我非常非常印象深刻。他就说那时候我已经快毕业了，然后他就说，同学，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情，你们呢毕业以后呢，如果那个三十岁以前呢，你要为你的那个理想而努力，钱的事情呢就三十岁以后再说这样。然后我不晓得我们老师是不是真的他自己是这样做到的，但是我那时候我就对这句话印象好深刻哦，我就记在我心里头，然后我就毕业了。但是我毕业的时候，我毕业后一年，就是在我差不多24岁左右啦，那这样是毕业多久？反正我就在我24岁左右，我发生一件我人生中非常非常非常那个重要的打击，这样，就是洪主任刚刚有讲过，就是我在24岁的时候，我妈妈过世，这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打击。我妈妈过世的时候是48岁，然后我那时候24岁。我想要问同学，如果你们是我的话，你们会有什么样的？你们会有怎样的一个感觉？你们会如何面对妈妈过世这件事情？这样，不相信？你说不相信什么？不相信妈妈过世，没有错，我一直觉得那不是真的，而且我非常愤怒这样子。还有呢？还有同学，你们会怎么样去面对这件事情？你们感觉会怎样？有谁可以回答我吗？这位同学非常好。我自己的感觉啦，我自己觉得说，这对我而言是一个世界毁掉的感觉，真的，我真的觉得好恐怖，好恐怖，好恐怖，好恐怖哦。然后，这是第一个是这样，然后接着我去告诉，突然之间呐，我觉得这件事情逼着我去看我自己的人生到底怎么了。对，因为我是我妈妈的女儿嘛，我就问我自己说，如果我跟我妈妈一样48岁过世的话，我的人生刚刚好走到一半。然后我就想说，哎，那我要怎样过我的下半辈子啊？我还要再这样不快乐下去吗？我还要再这样子浑浑噩噩下去吗？所以呢，那时候我就，而且那时候我那个跟那个初恋男友分手，反正就那时候很衰，就是又遭受打击，又失恋，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哼，那个我不理你了，我要去找寻我自己的道路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起说，我那时候这时候小时候梦想就非常重要了，我就想到说，哎，我小时候曾经想要当一个艺术家，然后我很喜欢电影，对，所以那时候呢，我就跟那个男生说啊，我要去那个南部当艺术家了，我就跑去念那个台南艺术学院，那时候是学院啊，然后我就去学那个拍纪录片。然后呢，我就告诉我自己说，那个我就给你3年的时间，然后你很拼命，然后很努力，如果3年后呢，你仍然闯不出什么名堂呢，那就证明你真的不适合走这条路。你还是早点认清的好，你那个你反正你的梦想已经追寻过了，那你就是不适合的话也就认清。然后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如果我发现我自己没有不适合的话，我就要去卖牛肉面，因为我很喜欢吃牛肉面。我觉得说，与其如果不能够活在梦想之中呢，我宁愿让自己很有钱，然后就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这样子，就是喜欢就是我就觉得我宁愿去努力去赚钱，让自己物质生活好一点，如果精神生活不能够富足的话这样子。对，所以我就在那3年，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认真的拍了3部片。对，那我第一部片子就是那个《快不快乐四人行》，然后那时候我是，其实那时候对我而言拍任何主题都可以，因为我真的很想很想很想知道别人是怎么过人生的，因为我那时候的我不是很快乐，我很想知道别人怎么快乐的。对，然后那时候。那一对这个那个家庭呢、啊，那个里头的那个单亲妈妈，她那个妈妈跟那对子女，他们都非常非常
接纳我，然后很欢迎我去跟他们很欢迎我去他们家，然后去了解他们这样。然后那种，当然我在拍片过程中有一些曲折啦，但是因为他们这个对我的那个相信跟接纳，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讶。然后我人生我第一次，因为拍片的关系，我第一次完全很彻底的关注在别人的生命里头。我那时候那段时间，我就一直在想，哇，他们怎么样过他们的人生？为什么他们会不开心？然后他们会为什么而快乐？那他们怎么办？我是全然的去关注他们。然后我发现说，哎，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跟别人，我跟另外一个个体，另外他人呐、啊，哎，我发现说中间有一条线就牵连了起来。所以那时候对我而言，就是很惊讶，是说，哎，原来纪录片可以这样，原来纪录片可以去让我跟另外一个人的世界去产生关联性，只是因为我想要拍一部纪录片，我去认识了他们。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哇，天哪，原来可以这样。然后我就开始稍微觉得说，哎，好像比较不孤独哈。那个我那时候就是，我总觉得说那时候的我总觉得人就像一个孤岛一样，这样就只能遥遥相望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很孤独嘛，但是因为拍片的关系，我发现说，哎，原来纪录片就像一个小船，一个小舟，可以从我这个孤岛滑到别人那边去，这样，然后有一些连结性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哇，原来是可以这样，原来可以用纪录片跟别人沟通。那接着呢，我就在想说，哎，那我能不能够用纪录片跟自己沟通呢？因为我觉得说，我好像有些东西是我无法跨越、无法面对的，对，对于我的不快乐这样。对，然后那时候是我妈妈过世四年，我妈妈是1999年过世的，所以那时候那部片叫《再会吧1999》，因为我妈妈过世四年之后，我才有办法去有那个能量去面对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决定说，哎，那我要去了解一下我到底怎么了。所以我那时候拍这部片的时候，我刚开始我决定要拍这部片的时候，我前三天让自己醉了三天，那时候很疯狂。那时候我就那个每就是那个，因为我之前只要一写东西我就会哭哦，但是那三天呢、啊，我就逼自己，反正管他三七二十一，就是哭就还是继续写这样。然后我就写了三天，就是反正就写，就我反正我就一定要写完。就是我觉得我的个性有对自己算还蛮狠的，就是如果决定要去面对到底的话，我就再怎么痛苦我都会逼自己到底这样。我觉得那样很爽。然后就后来那个三年后，不是三天后啦，三天后我就把它写完了。三天后写完也哭完了嘛，然后我就拿摄影机去开始去拍。哎，我现在生活当中有什么痕迹是我觉得我可以感觉到妈妈存在的，然后就把这些东西都记录下来。甚至我去问我爸爸对妈妈的感觉啊，问我外婆对妈妈的感觉，反正就把这些东西拍下来。然后之后就慢慢去整理，把这些东西都整理起来，然后就完成了这部片子。然后整理起来之后呢，我发现说，哎，我好像真的可以把我的悲伤哦，跟所有的感情绪的东西都把它放在一个这个，那是一个袋子嘛，就放在这个 DV 袋里头，然后把它收藏到那个我的那个柜子里头。我觉得说，哎，原来可以好像把自己的悲伤打包起来，然后放在一个地方这样子。然后你不是把它丢掉，你也不是说就一直带着它，而是说，哎，我可以重新，我把它整理好了以后，把它收起来，我可以继续走我的人生。所以那部片在回来1999，我朋友就问我说，哎，那你是想要道别还是想要回到那时候？我就说，我觉得两者都是，你得回去那个当初的那个时候的自己，然后跟他道别这样。但是你也不是真的就抛弃他，就是在自己的人生里面把它放在一个角落这样子。对，那这个让我，这个对我的人生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改变呢。对，但是呢，这两部片子《快不快乐四人行》跟《再跑1999》，其实
都在全台湾得了很多纪录片的奖项。然后那段时间呢，尤其是再回到《快不快乐四人行》那时候，我是就是台北电影节那个最佳纪录片嘛，然后到了再回到1999的时候，又得更多奖这样子。然后到了最后，台北电影界百万首奖跟我自己非常觉得啊很重要的那个台湾纪录片双年展的那个台湾奖的首奖，我都得到的时候，我站在那个讲台上的时候呢，因为我当初我告诉我自己说我给我自己3年时间拍3部片嘛，但其实我在2年的时候拍2部片就在自己在纪录片这条道路上，我就发现哎自己好像真的可以做些什么，就得到很多的那个认同这样子，而且是那种很多荣耀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得到那个我自己觉得我很重要的奖项的时候，我站在台上，那时候颁奖典礼我站在台上，然后那时候就很多闪光灯一直照我这样子。然后我拿着那个奖的时候啊，我想要问大家，问同学，问各位朋友们，我想问你们哦，如果你们是我的话，你们的感觉会怎样？就是从自己一开始告诉你自己说好，在我24岁的时候要去追求人生的道路、人生的梦想这样，然后到很短短几年内，就自己就一路在这个地方创造了很多成绩。那我想要问大家，如果你们是我的话，你们站在那个舞台上的时候啊，那个你们的感觉会是什么？拿着那个奖的时候，当大会讲出你的名字，然后拿着这个奖的时候，你们的感觉会是什么？哈？疗愈后的空白，非常有智慧，非常有智慧的回答。疗愈后的空白，没有错。还有呢，而且尤其是很多闪光灯，真的把我吓死了。还有呢？还有没有同学？如果你们是我的话，你们会怎样？告诉你一路追寻，然后得到你想要的，你觉得你想要的，你们会觉得怎么样？感觉如何？这边有没有同学可以回答我一下？如果你们是我的话，你们感觉会怎样？讲一下嘛，设想一下嘛，你们是我的话，你会怎样啊？这位女同学。如何？你就讲一下，如果你的话，你会怎样？来角色扮演一下。还有谁可以救他一下？如果你们是我的话，你们会怎样？会很有成就感。可能不知道暂时下一步该怎么做，那时候我们老师一直告诉我说，你要赶快进行你的下一步，不可以因此而得意忘形。确实没有错，非常非常有成就感，然后也会觉得说，其实会真的觉得很，一开始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很开心哦，就是觉得说哇，就是这样一路，那种从第一部片到第二部片，有种。一路过关斩将的感觉，这样子，然后就哇，就是拿到自己在这个领域里头，我觉得哎，很好像一个程度的里程碑的感觉哈。那时候真的会觉得说哇，很有成就感，但是同时真的也会像这位太太说的，其实有一点点茫然，有一些茫然。然后呢，然后更之后更强烈的是，我觉得很孤独，我很惊讶，我居然那个快乐的感觉居然大概只有3秒钟而已，真的我觉得很惊讶。然后接着我觉得很强烈的孤独感，为什么？因为我一直以来我都一个人拍片，拍纪录片其实一个人就可以做得到，这样子就是拿着小摄影机，因为现在摄影机很发达，然后我都一个人拍片，然后我一直探索的也都是自己这样子。然后我发现说，当我成功的时候，那时候的成功我竟然无人可以分享，
然后那时候就是其实并不是说别人就你可以跟，但别人会问你很开心，你的同学们、你的朋友们、你爸爸妈妈们，他们都绝对会，会恭喜你，然后会哎觉得你真的很不错。但是我觉得那个东西不一样，就是那个东西是没有人因为跟你一起打拼，然后共享这个成功。我觉得那个成功，那时候我发现说，哎，原来当一个人成功的时候，无人可以分享的时候，那种成功其实真的。你不会觉得那么快乐，虽然别人看起来好像真的，哇，你真的很大的、很不错、很大的那个荣耀这样子。对，然后那时候我就看我跟我一起参加那个影展的，就有一群年轻人，他们就拍一个小小短片哦，然后就一群人这样，然后就很开心，他们有入围，然后一样，就是他们那种。就是他们那种，我可以看得出来，哎，他们一起去努力，然后觉得很开心的那种感觉，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哇，哎，我发现说，我觉得我真的很想要，当我下一次我成功的时候，我可以跟一群人分享。然后我觉得说，然后那时候我也问我自己说，哎，原来人生不是只有，就是怎么讲？原来人生的梦想啦，其实是很多层面的。其实那时候我其实算是达到我自己小时候我给我自己的梦想的追求，我成为一个自己想要的艺术家这样。但是那时候我发现说，哎，其实原来我忽略到人生还有其他部分。人生你还有家庭，你还有你的那个团体的关系，你有家庭，你从个人嘛。其实你从个人，你有个人的理想，然后家庭，你有家庭的理想跟梦想，然后在工作，在对社会、对团体，其实你也有应该有你的理想跟梦想这样。然后我发现说，哎，原来我之前都只有想到我个人这个部分的梦想，然后其他的层次我都没有想到。然后那个东西其实是，如果当那些东西都失落、都缺陷的时候，其实你不会真的那么开心。对，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说，哎，那有一天我要去找到一群人跟我一起去努力，然后我要在我的那个情感关系里面去找到一个很棒的一个经营的方式，然后去拥有一个很好的婚姻。对，那我就是当我发现到这个之后呢，我就开始一路就去到处去学习说，哎，如何去拥有一个团体，然后我去学习如何去跟去经营一个婚姻。对，那然后那时候，尤其是那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说，下一次我拍片的时候啊，我一定要找一群人一起这样子。而且尤其是我希望啊，因为我那时候拍片的时候，我发现说，哎，怎么别人的那个最后的那个感谢字幕都落落等，然后我自己因为我都自己一个人拍嘛，所以我那感谢字幕可能两三页勉强挤个两三页就没有了。然后那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说，我要之后我要那个让那个最后的那个字幕，我下次拍片的时候，我要把那个字幕就low，就是感谢字幕都很多这样子，然后让很多很多人可以一起来参与，而且越多人越好这样。对，所以呢，我为了做到这件事情呢，我可是花了三年的时间，去好好的去找到伙伴，然后去研究关于婚姻这个主题，然后最后才有了这部《寻情历险记》这部纪录片的诞生。好，那现在呢，我就是想要短短的放那个《寻情历险记》的片段给大家看，好。然后我们接着我们再来讨论为什么我想要推这部片子。好，谢谢。找到一个相爱的人有那么难吗？不难啊。对啊，真的不难。我祝福你，我的好运带给你。谢谢。对，因为我现在觉得我好幸福，所以我希望你也可以跟我一样很幸福。我觉得那种幸福的感觉是一飞冲天的，就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可以这么幸福。
我还是会觉得很烦。哪里烦啦？干嘛一定要当下不问完，然后后来要打电话来问我？还有这一点，我结婚后就变黄脸婆吗？那你要照照镜子啊，你有没有脸比较黄啊？这会让我觉得还蛮讨厌的。好啊，没关系，那以后就不要讲。那你干嘛那么大声？你是要我先问你嘛？你是要吵架还是要好好讲事情？要讲啊！要讲是用这个态度哦，哈！你是要看看我真的到底要跟人家吵架那个态度是怎么样，是不是？很得理不饶人啊，然后很咄咄逼人啊，然后有点野蛮啊，非常好，有点臭屁啊！啊，真的，啊、太好了。然后很自大啊，啊是哦，对啊，然后很自以为是啊，太好了。对，然后呢？大部分都这样。哦。还有啦，沒什麼嘛，有啦，就是看着这些夫妻们在我镜头面前演出“我们是如何吵架的”这个主题，我觉得很有意思。他们演得很真实，演到在现场的我都感受到一股暗流经过。当时开拍这部纪录片，只是觉得很好玩，但是我并不知道，等在我背后的，竟然是一场刺激无比的冒险。这一切得从一凡结婚开始说起。一凡是我的好朋友，从7岁到33岁，我们看着彼此长大。5个月前，他告诉我他喜欢一个男人。5个月后，他说他要结婚了。对，所以男人要撒娇还是女人要撒娇？都要撒娇。他说男人、女人。都要撒娇，大人小孩都要撒娇，然后多沟通。哦，对对对，没错。好了，哇，你老公好了。对，我能来这边给你做。就是有一次，顾问就是叫我去他的办公室嘛，对啊，然后就问我选谁啊，喜欢谁啊？1、2、3。当我回答顾问说伯能的那一刻啊，我就觉得那种感觉很神奇，就觉得我就决定要爱这一个人。对对对，先生，我觉得婚姻不是只是一张结婚证书，它也是代表一种责任。对，然后就是这种责任可以让你就是可以更努力向前。对，好赞！已经深深的爱上他，早就爱上了。1、2、3，来看我这里，看这里来。其实当初是我鼓励一凡找陈顾问做媒的，只是他会这么电光火石的结婚恋爱，倒真的是我始料未及的。我愿意。陈顾问在短短5年内撮合了20多对夫妻，做媒是他的兴趣，而结婚是他身边朋友的福利。我是不愿意结婚的，那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我是很愿意，我一直都很愿意结婚。可是我很不愿意结婚。顾问就说他要回去帮我瞧，于是他就回去了。那个陈顾问是说，就是说至少那个小仙女是很爱我的啦，然后就算是他那个赚的钱都会给我的，赚的钱都会给你。陈顾问啊，就拿了，就是跟他谈话的时候拿了一本那个农民历啊，就跟他说，哎，选哪一天结婚这样子。出来，所以我就每天回家就是若无其事这样，哎，爸妈我回来了，然后就进房间在想，完蛋，我要结婚。我的有情人呀，莫非变了心？为什么呀断了心？我等待呀到如今。
陈顾问其实是个顾问公司的老板，行销是他的专业，效率是他的专长，这件事情他一样用在帮别人做美上。嗯，你记不记得那时候从美国打电话，然后你不是说你要不要娶我？嗯，你要娶我？嗯，我说靠腰，我要不要娶你？我心里想说，你怎么会一开头就问我这个问题？嗯，然后你那个时候是，你很紧张嘛？你是很紧张？你不娶我就没有人了啊？你不娶我就没有人？对啊，我很怕你。你说，我说如果说不要，你就说你就跑去跳楼，我就说，然后我就说啊。啊，然后你就说，你就以为是好，然后就很开心，说啊，好好好，然后就跑去跟总裁说啊，我可以嫁人了啊，怎样？我想知道你那时候被找去吃饭的时候说了什么。他就说 ，Victoria 要结婚，嗯，他想要嫁给你，你觉得怎么样？啊，我就沉默了大概两分钟左右吧。他说你想要的是什么？你想要的新娘是什么样？啊，然后呢，他觉得Victoria 可以做到，他一定有办法把它变成你想要的那个样子。你坐在他面前，你就有办法感觉到说，他给你一个 promise。我那时候跟你说过，我不是相信你啊，我是相信他。淄博炫，干嘛？干嘛啦？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那个，我9月30号要结婚。哦，要结婚了，恭喜你！恭喜我。对啊。可是我缺一个男主角哎。男主角啊，路上不是很多。可是我选上你啊。你选上我。不行，我要考虑。你怎么会选上我？我觉得你还蛮适合我的。我怎么不知道？明年才会去考虑啊。明年哦。明年跟今年有什么差别？哦，差别太多了。差别什么嘛？算命说今年不能结婚。算命说今年不能结婚，没关系，反正你都没有拒绝嘛，对不对？所以你还是可以考虑，那就这样就好了。好，再见。再见。为什么你会答应我的求婚？啊？为什么？对呀。嗯。那就看到你苦苦哀求，怎么是事实啊？对，陈顾问就叫我坐下嘛，好，然后就问我说：“啊，你决定的怎么样啊？那你决定了没有？”然后我就说：“我还没决定，我还考虑。”那顾问就跟我讲说：“那你现在你要娶的老婆，你是要一个可以跟你沟通，然后跟你互相了解的人。”比较重要，还是真的你当下看她很漂亮，然后你想跟她在一起，然后后面你们再离婚，这样比较好嘞。那时候就认清了，然后我就真的恍然大悟。我那时候人在新竹，我刚回宿舍，然后就接到总裁电话，然后就说：“哦，不行，这次一定要把你那个结婚的事情搞定。”反正呢，新娘让你选，两个选一个，所以说啊，就选莉莉吧。然后总裁说好，那就选好了哦。那是你要去跟你妈妈讲，还是我去跟你妈妈讲？我自己打电话。然后总裁说不行，你不能再拖了，再拖下去呢，那个来不及了，会没人要了。然后我就说好吧。那看看岳父怎么样，因为总裁先跟我讲另外一个人，我说我不要，就这样，然后就这样成功了。对啊，还蛮无聊的。刚刚听到这些人就这样结婚了，其实我觉得很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们真的相爱吗？他们有办法相爱吗？这些众多夫妻当中，让我惊讶到下巴掉下来的，莫过于西西和兔子。40岁的西西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如果亲朋好友胆敢劝他结婚，他就摆个臭脸，久而久之也就没人敢再提了。
那次很像是大家反正就在开会吧，然后他就讲说要结婚干嘛什么的，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干嘛一定要结婚啊，我说不结婚不是也很好吗，那要结就去结啊，那不结的也没犯罪啊，我的想法里面就很直接啊，我就说那不结婚的就难道就该去死吗？28岁的 Cube 是个电玩专家， Cube 是超级立方体的意思，他是一个电玩的名字，可想而知他是个宅到不行的宅男。陈顾问他观察到我的渴望吧，他观察到我有那种极深极深的渴望，然后他也没怎样，他就让我讲我要讲的、啊、只是他也没有放弃他要把我嫁掉的这个念头。我想说我怎么可能去追求感情生活，我是个宅男呢、欸、所以我觉得他真的很疯狂，他比那种谈恋爱的人还疯狂。他是请 Cube 直接写情书给我。我的那种渴望就整个被打开了，比较形容比较贴切的形容应该算是瀑布吧。火山那种渴望，就好像火山爆发一般的倾泻而出。看到 Cube 认真的表情，不知为何我一直忍不住想笑。他比漫画里面的任何一个接吻动作都还要来得美。因为那是真的，但突然我感受到一种震撼，一个原本从不知道如何跟人做朋友的人，是结婚让他走出了孤独的牢笼。某个程度上西西也是，夫妻就是做彼此最忠实的朋友。有一天早上起床吧，然后我们两个就躺在床上，然后我就玩他的手，他有在玩我的手，然后我就问他说结婚怎么样，他就说结婚真的很好，有一个人可以讲话，然后走出原本的那个生活环境，很像重新看了世界。我说我也这样觉得。多见证人的面前，你是否了解并愿意为你自己的忠诚及这个男人共同的幸福许下承诺？我愿意在众多见证人及神明面前，我正式宣布你们成为夫妻。突破了自己的害怕与众人的眼光，西西与 Cube 结婚了。结婚婚后到现在，我发现我一直都是主角，我跟 CC 一直都是主角，那我不需要一直在那些所谓的爱情故事里面打转啊，那主角都不是我。有趣的是，结婚那天原本既不高大又不威武的 Cube 突然仿佛长高了10公分，成熟自信了起来。第一天晚上就是闹洞房嘛，然后闹完之后他就倒头大睡，我就觉得很难受，我想这 好歹你也换个睡衣嘛，可是连睡衣都没有换，我真的觉得很发疯。然后我就啊，我还要躺在一个这么脏的男人的旁边，然后他是我的老公，有没有搞错？明明就不高兴，然后他那边笑笑的，感觉很讨厌。本来就是假惺惺啊，你假惺惺你要哭了、哦、你不觉得这样很低级吗？那你高级到哪？你的方法比较好，可是我就不想去做啊，你很奇怪，干嘛讨论啊？我就是要讨论啊。啊，我今天就已经去做了，要不然你要怎样？我就叫你。到底是我的事情还是你的事情啊？对，重点是你的事情，可是你的事情波及到我，你觉得变成，你觉得如果换成我是你，你作何感想？那是我的选择啊。那你选择去死，你可以去死，你不用害到你老公啊。我没有害到你啊，奇怪。那你觉得你？那是你自己认为的，好不好？好，那你觉得 delay 一天就会害你去死？那你为什么现在还活着？
莫名其妙，更不会讲话。很气，我觉得从我结婚到现在，你知道吗？你害我的银行不止里面的存折一直递减，一直递减，一直递减。我就一直在想，因为我过去就很在乎钱钱钱钱钱，我就会这样想这样，然后把很多过去不愉快的经验全部在这个时间点上都爆开，真的那时候很气。我也不是说你常常一定就是说一定要听我的或做照我的方式做啊，可是你选择你最后选择的方式是怎么样？现在对，我想说的是，如果你在讲这件事的话，我就要离开客厅了，我就不要再跟你讲话了。嗯。然后看今天是你要睡房间、睡客厅都可以，嗯、自己选。然后呢？我们可以分开睡，不需要那么痛苦。嗯，我觉得不会痛苦啊。我心里知道说我是在意他，所以我一定会迁就他。可是我又很在意我的行程，我一定要照我的行程做，所以常常我会变成把他找他的，找他来吵架来那个泄气。可是我又想去载他，又看到他又不外乎一直，哦你这样害我这样怎么怎么怎样那样，那一种其实很矛盾，可是我自己心里很不舒服的。陈顾问喜欢插花，尤其喜欢边插花边跟一些前来请教结婚经的先生太太们聊天。他说，只要你会插花，任何花材你都有办法。婚姻也是一样，重要的是跟人相爱的能力。有了这个能力之后，你才有能力经营你的婚姻。怎么样？嘴巴破。最近如何？哈哈哈！火气太大，骂人太多，就觉得。真的吗？可我最近收敛很多。收敛太多，身体不能平衡，所以还是要骂。还是要骂。就是啊。冤冤相报何时了？有什么用呢？还不是自己的老婆呢。嗯，对啊。有没有乖一点？你说我。老婆。他都是很乖，乖的过分，让我想骂。你要他怎么坏？也就表达自己的想法就好了，干嘛有什么不好意思想表达？人无歹人啊，就是爱一挂空间。嗯。可是你有时候就是自己太理性了，这样，然后你就要逼人家那么理性，其实。那天另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喜欢一个男人。他已经请陈顾问帮他问问那个男人要不要娶她。其实我一直很期待可以看到传说中直接而有效率的做美法，但真的在现场时，我还是觉得非常刺激。事业经济这些东西是你本来以为是必备条件，现在不必了嘛，对不对？嗯、因为先成家才立业，嗯，对不对？对，这样你可以。嗯、那至于找到适合的对象，好，那这件事情什么叫适合的对象？嗯，适合对象，大概就是看得顺眼，嗯，然后能够沟通，嗯，然后都互相有好感，嗯，对，应该这样子，这样就好了。对，太简单了，很简单，很简单。嗯，好，那你说咧，那伟乔哪里不合适？哪一点他不够？哦，这么直接啊？是啊，直接讲啊，哪里不顺眼啊？嗯。那你觉得哪里不适合？因为你也不知道嘛，就像我讲的，恋爱仔，你也不知道他是怎样的老婆，所以你很难讲说什么适合，你只能凭你现在的感觉，你觉得哪里不顺，或者是你不喜欢，一定有这个东西，你才会觉得不适合，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会是个怎样的老婆，你都不知道自己会是个怎样的老公，懂不懂？但是现在你不喜欢的理由，或者是不顺眼的地方是什么？长相，或者是有什么？你觉得是一个缺点或者是阻碍？嗯，比较直接的啊，其实是他就是长相啊，嗯、就是不是我，就是长相是脸还是说他太胖？就是整体的感觉都有啊。嗯哼。你喜欢的是好像很瘦还是
其实也不是，就是普通的。嗯哼。所以还是一种外貌协会的，是不是？对。这样子。我想说，结婚之后啊，我就万岁了，什么事都不用烦恼了。我突然觉得灾难才要开始。那是我的选择啊。那你选择去死，你可以去死，你不用害到你老公啊。就会怕说老公不要我。你要吵架啊？跟你讲，娶我是很不错的，我告诉你。你是老王哎，我看得起你耶。那你要的婚姻是怎么样？你要问我真正的感觉吗？对啊。我不知道。不知道怎样打从内心就很爱他。不想帮他收起心中，但是什么东西把你留住人？就是曾经的一个承诺。当我知道你爱我，当我知道你爱我，当我知道你爱我，当我知道你爱我。找到一个相爱的人有那么难吗？不难啊。我想要问大家哈，你们谁有那个自信说你们以后一定可以创造很幸福美满的婚姻的？有那个自信的，可不可以举手给我看？有没有人敢举手？有没有谁有那个自信？大家有没有那个信心啊？有没有？连信心都没有，这样怎么开始呢？一个我自己一直对家这个主题很关注，因为我觉得家是一个社会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核心。但是我一直在想，到底要怎样可以拥有一个很自己觉得很踏实的家呀？到底要，因为我立誓说，我发誓说我这辈子一定要建立自己，我自己非常非常非常，我自己非常满意，然后我觉得很幸福美满的家庭这样子。我立誓要做到这件事情，发狠的，对。但是我觉得说，我觉得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我觉得又这么重要，我觉得它对一个人的人生那么重要。但是好，那一个家庭要稳定，好，我们就先撇开小孩子的东西，那个父母之间啊什么的，光是家庭的核心，我觉得是。夫妻之间的感情，如果他们夫妻的感情是很好的，我觉得这个家庭应该已经成功一半了，对不对？至少你已经成功一半嘛，家庭美满幸福，至少你已经成功一半，夫妻之间没有问题，是不是已经成功一半了？对，那但是问题是，婚姻这件事情，我发现 我自己真的不懂，在感情上，我发现我真的不懂那。这个，但是如果说我要有一个很美满的家的话，那这件事情我似乎是非懂不可哦。如果我要完成我在家庭这个地方的梦想的话，我已经完成我自己个人的梦想，那我觉得我在家庭这个部分，我有我的梦想，我要完成它这样。然后我觉得哇，它真的比个人成为一个导演，我觉得还要困难100倍吧，我不知道。然后，对，那我就开始想说，好，那我觉得我一定要来好好了解一下这件事情，我要来学习这件事情。那到底要怎么学呢？因为我想说，如果我要成为一个好导演，我一定是去看很厉害的导演的经典作品嘛，对不对？一定是这样子嘛。好，那我就想，好，那在情感上也是一样，那我就来去看看说，到底台湾还有谁，还有什么人，是在婚姻这个地方是还很相信，而且很有信心，而且是很知道怎么去经营的，然后而且他们很努力去经营的。我想要知道说有没有这样子的人。然后我从30岁到33岁，哇，我就到处去听演讲，相关的演讲哦，看书哦，我不是随便讲讲的，我是真的是，哇，一有演讲马上去听这样子。
对，然后就这样寻寻觅觅，我就寻寻觅觅，我发现说，哎，怎么大家对于婚姻这件事情，其实是都很失望、很沮丧、很害怕的。我的上一代，我的同辈的人，其实对婚姻其实要真的有那个信心的人，几乎真的很少。对，但那我寻寻觅觅找去，哎，我发现说，有一次我去听一个演讲的时候，是这个陈顾问的演讲，发现说他让我很惊讶的一个东西是，哎，他居然对婚姻拥有，就是去创造一个很幸福美满的婚姻，是那么的有信心。他相信说，一个很好的婚姻是绝对有可能的，只要你真的愿意去努力去学习这门功课哈。但是我那时候我发现说，哎，我真的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女人身上看到这样的信心哦，这个部分让我很惊讶。然后，所以我在这段时间内，我就去好好的去认识他，然后我去拜访他很多很多做媒成功的那个夫妻们，其实这些夫妻很多都是他的那个身边的亲朋好友，因为他其实不是靠做媒生活的，不是做媒是他的兴趣，对，因为那些里面的很多人其实是他的员工，他的朋友，因为他的员工他发现说，哎，怎么员工那个工作无法工作。哎，一问，哎，感情有问题，我就说，哎，怎么这个男孩子也很好啊，也很棒啊，也很认真啊，哎，怎么就是情感上就没有着落？哎，然后他就哎去，因为他自己有很好的婚姻，他很知道怎么经营，他研究了很多这样子，所以他就会帮忙撮合这样子。而且撮合之后更有趣的是说，哎，他撮合成功之后，他还告诉你怎么经营。我这个部分没有放进去的，我这片子的后半段，整个后半段都是你在婚姻里头你会遇到哪些问题，不过就那几类，这样一直吵架嘛，片子里面已经有了嘛，拼命吵架的夫妻哈，还有什么，要么就吵架，要么就不讲话，对不对？要么就一直吵架，对不对？要么就不讲话，哎，吵架跟不讲话哪一个比较痛苦，真的不晓得哦，真的。然后呢还有什么问题？还有外遇的问题。那你当你背叛别人跟被背叛，我拍完片子以后，老实说我也真不知道谁比较痛苦，真的。然后我发现就是这些，其实你在婚姻里头其实有很多很多问题，那我们怎么去解决？而且你知道它有确实有可能会发生哦，那问题是怎么解决？对， 我自己还未婚，因为我是一个很积极努力想要结婚的人，所以我都觉得说，不行，我一定要对未来到底会面临哪些事情哈，我就先有个那个学习，那到时候真的遇到哈，我就至少我知道怎么处理，我就不会害怕。那我要确保说，我当我踏进婚姻的时候，我是知道这里面是，我知道门里头是什么这样子，而不是好像是过度浪漫化，或是过度很害怕，不知道觉得里面很恐怖这样子。对，我要知道我那里头是什么，然后我要真的去拥有一个很好的婚姻。对，那。所以呢，我就从这些夫妻们当中啦，我就一直观察他们，然后去请教他们，然后去看他们的状况，发现说，哎，真的，他们有一个共通的信念，我真的觉得很棒哦。就是他们真的，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是真的，非常非常必要的，就是他们对于拥有一个很好的那个婚姻的信念跟信心，就是他们相信。就是一直沟通，一直沟通，一直沟通。不论你是吵架也好，或是怎么，反正你就用你至少你那个沟通的意愿，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像譬如说，你刚刚看到这个夫妻一直吵架的夫妻哟、哦，你知道到后来的时候啊，那个太太是含着眼泪谢谢她老公，说谢谢你这样跟我一路吵，还吵不分开。其实我那时候听我在拍的时候听到这个时候，我自己都已经快哭出来了，这样，因为我真的觉得是，其实我们人生当中跟人跟人的关系啦，你真的会有很多很多问题，不可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越吵越幸福，越吵越相爱，那多棒啊，那多好。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只有你跟你老公或你跟你男女朋友的问题而已，你跟你的家人，你跟你爸爸妈妈，你跟你朋友，你有没有办法越吵越吵，朋友越要好。你有没有办法跟你的爸爸妈妈？你越吵，
家庭里面的感情是越好的，你有没有办法这样？但是问题是我们很多人其实做不到，但是吵架有没有可能？一定人生当中你跟你身边的人一定会有那种理念不合啊，或是很多东西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时候。但是我们到底如何让关系不会因为这些不同而就好像越来越遥远，还是大家还是可以好好的在一起？到底要怎么做到？对，这件事情是一件对人生至关重要的事情哦。对，你我们如果有钱，我们的家庭前几天啦，我一个男性朋友，他跟我吃饭，结果他跟我说，他让我跟你讲，我已经一个月像行尸走肉，都没有在工作了。他是一个高阶主管哦，然后可想而知他发生什么事情，他失恋了，但是他长得很帅啊，然后他也是一个主管，然后薪水也很不错啊。那这样，我们人生当中或多或少会发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然后你会发生在朋友身上。那刚刚大家讲梦想的时候都有讲过啊，你很想要帮助人吗？你有没有办法帮到自己啊？当你失恋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帮助自己？当你朋友失恋的时候，或者是情感状况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帮助他们呢？到底怎么帮啊？我为什么会拼命都很想要推这部片？因为那时候我在台中，我这部片有入围那个台中纪录片双年展嘛。然后那时候，前一天因为我去 QA 嘛，我去放映后的那个座谈，然后我就去借住我朋友家。然后我那个朋友是他已经结婚很一段时间，然后有小孩，然后他跟老公有一些状况。然后那天晚上他就一直在跟我讲，然后我就花一整个晚上一直跟他聊，因为我们是很要好的大学朋友这样子，我就一直鼓励他，我一直很希望说他可以好好的在婚姻里头更快乐，因为当初他跟她老公的那个爱情故事是哇，我真的非常羡慕的那种浪漫哦。但是进入婚姻之后，多年之后，他们还是有很多状况。然后我就一直鼓励他，我希望可以给他一些力量，让他更能够去处理他婚姻中的问题。但是我讲到半夜一两点，我发现说真的没有办法，我怎么就是我觉得我好像就是我真的没有，我觉得那时候我很难过，说我帮不到他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讲说，那这样子好了，你明天你来看我的电影好不好？然后他就说好，我一定到这样。其实他是还蛮忙的人，这样。他是大学教授这样，哇，我同学都很优秀。然后他就说好，他一定到这样子。然后结果后来呢，他看完片子了以后呢，他就过来，我们其实认识十年哦，然后他就过来很慎重、很认真的跟我握手。然后谢谢我，你想看一个很熟的朋友，十年的朋友，这样跟你讲，这样对待你的时候，你会不会感觉到真的某些事情在他心里头发生呢？他就谢谢我，他就说谢谢他人你拍的这部片子，然后谢谢你邀请我来看这部片子，然后我终于知道我的婚姻到底怎么了，然后我现在更知道我可以怎么去努力，然后去经营它，这样。我知道他不可能说问所有问题就完全没有，但是我知道他多了那个力量，多了那个方向去面对跟处理他。然后那时候我知道说，我帮到我朋友了。然后那时候啊，就是我人生过去人生中很多姐妹淘失恋啊、大哭啊，包括自己很多很多的那种故事，包括我的阿姨啊、我妈妈这样，很多很多的那个记忆都这样哇闪到我闪过脑子里头，我真的觉得说，如果我可以在我所有爱的亲朋好友身上，当他们有这样方面的状况的时候，我可以帮助到他们，那该多好啊！然后我也曾经是一个让人家觉得很束手无策的人这样子，那如果我可以这样帮助到自己，那该多好啊！对，那这部片子居然可以透过影像的力量达到言语到达不了的地方，
然后让人有所体会，然后让人产生力量。这是我非常非常非常惊讶的地方。我一直在去探讨跟去开发纪录片的潜能哦。我发现说，哎，原来纪录片可以这样，它可以到达言语到达不了的地方，然后它可以给人力量到这种程度。所以那时候从那纪录片双年展之后，我就跟就是当场啦，我就在外面跟，因为就很多朋友观众朋友就要问我说，哎，什么时候可以再放片？我就说我要把这部片推上院线，然后到时候请大家好好支持，多多支持我们这样子。从去年11月底到现在，我们这个梦想已经快要成真了，我们预计8月底会上院线。那时候其实我决定上院线的时候，我其实没有半毛钱，但是呢，我发誓要做这件事情嘛。然后我就跟我们制片啊，跟我们几个伙伴啊，我们就想说，我就因为我跟他们讲嘛，然后大家都说，嗯，好，那我们把这部片推上院线。然后我就想说，哎，那到底该怎么办？我们是要五个人各去贷款100万呢，还是要去跟亲朋好友各借100万呢？看哪一种好，这样子。对，然后我就发现说，哎，其实就算你有钱，没人来看也没有用啊。如果说，就是你只是你已经太多国片默默上片、默默下片了嘛，这样子。好，那个我们大家就激荡出一个方法，我们要找到500个人，那一个人投资10000块，然后然后一起把这部片推上院线去。那推上院线去之后呢，就所有收入就大家分这样子。对，那然后我们不晓得到底500人有多难找，但是我们那时候就决定我们要去执行这样的一个计划。然后我们就从11月底开始努力到现在。我想要问大家，你们猜猜看，我们找到了多少人？你们猜得到吗？多少？200？幸好不是20，非常接近。还有谁猜得到呢？好了，我自己讲好了。我们找到了250个人，刚刚好一半。对，这一路真的是哇，真的是那个非常非常的艰辛啊！但是呢，你知道为了找这250个人，我们必须跟多少人讲过话，然后必须办多少场这样子的那个讲座跟试映会吗？你们猜得到吗？我们办超过100场的那个讲座跟这样的试映会，超过100场哦，真的就是那。但是呢，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有钱没有用，我们还要人。对，我超过100场，我跟几千人去讲过这部片子，然后谈过我们的理念，这个东西会在台湾去散播出种子，然后大家会去有些彼此会去响应，会去讨论。然后因为重点是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这部片子上院线放映，大家去讨论，去对这样的一个主题有一个比较理性而建设性的讨论。这也是我们想要的，对，所以而且意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这样子。所以我虽然这个方法很辛苦，但是我非常满意这个方法，而且我非常喜欢这个方法，我觉得很赞。我觉得这个为我们奠定我们8月份一定会成功的一个很好的基础啦，因为我们铺底真的是很像选举哦，绑桩，我们选举绑桩一定绑得差不多了，这样子。对，那非常非常非常期待我在8月份的时候可以在戏院看到大家。但是呢，有一个机会可以让大家先睹为快，就是我们7月9号在台北电影节下午3点半在星光戏院，西门町星光戏院就有全新的电影版会在台北电影节放映。因为我们有这部片有入围今年的那个台北电影节的那个竞赛类，纪录片的竞赛类，这样。7月9号，然后下午3点半，星光戏院哈，那请大家可以，就是有机会有时间的话，可以请大家一起来看，然后一起，这是一个那个我们第一次把电影版在戏院上放映的那个一个首映呢，它是一个电影版的首映，然后它我们整个声音啊，整个影像全部都重做过这样，然后会是一个非常非常精致的一个版本。就是欢迎大家来看吼。好，那个
还有差不多25分钟的时间，有没有同学有没有问题想要问我的？有吗？有没有同学想要问我什么问题？到一个问题好了啊，那20对夫妻哦，就是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他们愿意成为纪录片的主角？然后为什么他们可以那么自然的表达？包括他们在谈他们认识的经过，甚至在吵架的过程，对，是怎么做到的？其实我认识他们已经一段时间了，我其实是陆陆续续，我不是，其实我不是为了拍片而去认识他们，而是因为我想要了解这个婚姻这个主题而认识他们。然后其实我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需要，我想要了解这个主题，所以我其实是已经认识他们一段时间。然后因为我其实四处去请教，然后我也因为我想要更了解到底陈顾问是怎么，他的婚姻的理念是什么，然后我觉得要透过这些夫妻们，我觉得我会更明白啦，更了解。所以我其实是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认识他们，所以基本上我是大家其实已经像朋友了。对，那所以其实像片子里面的吵架是因为我们都是朋友嘛，所以我就问他们说，哎，你们上次吵架是什么时候？然后他就说，哎，就昨天而已啊。啊，那我就说，那你们是为了什么而吵架？他就说，啊，还不是为了什么什么，叉叉叉叉叉，不啦不啦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哎，那你们可以那个吗，在摄影机面前重再现一次吗？然后那个老公就说，啊，那有什么问题，太简单了。然后那个我们还没有按录键，他们就开始了这样子。哎，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说，真的是那个虚构真实，真实的虚构，真的有时候你真的很难知道到底真真假假是怎样。因为真的到后来真的觉得说，哇，那个我都觉得那个老婆已经快飙泪了这样。然后所以真的就是，哎，我们就赶快跟他讲，哎，差不多了，谢谢你们这样子。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很有趣啦。所以我们其实我在这部片子里面其实用了蛮多这样的手法，包括说那个求婚啊，那个艾娟跟她老公求婚也是，我也是问他们说，哎，你们那时候是怎么求婚的这样。然后那个她老公也是很尴尬，因为她那时候拒绝，她拒绝得很狠这样，她自己讲得很尴尬。哎，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这里头有趣的地方，就是你知道她是用演的，但是你又觉得，哎，那个她现在的她再去演当时的她，其实那种尴尬的感觉，但是又很好笑的那个东西，其实很有趣，很戏剧性。我一直觉得纪录片其实真实人生啊，其实非常非常非常戏剧性，只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这样。然后我其实一直也，我觉得我拍纪录片到现在啦，我只是其实很想，我有一个体认，我真的觉得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当我们人生的男主角跟女主角，同时你还得自导自演哦。你其实还是你人生的导演，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自觉，我们不觉得，我们以为我们在演配角这样，但是其实你是你人生的主角。你们了不了解我在表达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在演主角，我们以为自己是配角，然后我们没有在导演我们的人生，我们没有再去为我们人生创造很好的精彩的过程，然后我们想要的结局这样。但是我觉得当我拍纪录片以后，我发现到这个东西。然后因为基本上现场如果有200人，我有办法拍200部非常精彩的纪录片。你们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人生故事，但是你们不知道。那你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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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的那个男主角跟女主角，但是我们常常也不知道，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很重要的，对，但是我觉得纪录片它就是有这样的魅力啦。它会借由哎，你去看别人的人生，你看别人的人生，然后别人的分享，你会照应到自己的人生，你会照应到自己在人生经历里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会有所领悟。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在这部片呢，我还告诉我自己说，我问我自己说，哎，我想要观众看完这部片子以后，怀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回家？然后我希望观众看完这部片子以后，其实是怀抱着那个幸福跟勇气，然后而且你还有一些体会，你真的有带
带一点东西回去这样。然后当之后你的人生当中又再度面临某些关卡的时候，你会想起这部片子，你会想到说，哦，那时候有人跟我发生类似的经验，但是他是怎么处理的，然后我可以怎样去应用，我可以如何去面对。所有看过的人，我相信在他的未来的人生当中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产生。对，也许我们这部片子里面没有哇那个爆破啊，没有砸重资啊，就没有这样子，或者是没有帅哥，没有美女，但是帅哥美女也可以有非常美好的爱情故事哦，而且那种爱情故事是，它是因为它是真的，然后它是那么的生活，就像你的邻居，就像你哥哥妹妹这样子，他们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对，那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是更踏实，然后更深刻的。所以这是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纪录片的地方。对，谢谢你。还有吗？还有没有人想要问什么问题？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拍一部纪录片要花多少钱？拍一部纪录片哦。能不能够，比如说像你这个得到奖以后，那卖座情况怎么样？卖座情况。得奖跟卖座并没有必然的关联，但是拍纪录片其实它的那个东西，这个问题就很像是说，你到底要花多少钱才可以打造一部车子？它 range 真的很大很大很大，这样你可以那个对。第一部、第二部好像都不花什么钱嘛，因为都自己一个人。对啊，对啊，对。那一个 team 的话就要。对，然后它对。这部其实它光是，譬如说好，光是一个 team 好了，它其实有人力的成本，然后有技术性上的成本，然后还有你自己的创意也都在里头，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跟自己一个人拍片呐、啊，其实是没有完全不能够比的。对，那为什么我们要找500万？我们要找的钱其实是要去完全是做发行使用。因为纪录片要上院线，其实它是一个蛮高的门槛，戏院呐、啊，戏院其实是一个蛮高的门槛。对，那这件事情它没有办法，只是靠我们自己，靠我自己一个人，或靠我们伙伴们五个人就可以做得到的。对，而且我刚刚讲嘛，其实就算你有钱，没有人来看没有用啊，没有好好的宣传没有用啊。尤其是在台湾，纪录片它再怎么样受欢迎，都还是小众。那老实讲，我们都说哇，纪录片现在已经蓬勃发展了，它怎样都还是小众啊。我们要，然后大部分的人对纪录片的概念，它都还是你不商业啊，不好看啊。我，但是其实纪录片可以很好看，但是问题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啊。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我们在为什么我说我很喜欢这个方法，我很喜欢这个方式，因为这个方式非常必要。我必须借由这样子让大家知道说，你要。纪录片可以很好看，然后我们到底想要传达什么，就让大家更了解。我觉得说导演啊，当然我的工作我可以只要做好拍片工作就好，把片子完成就好，我过去几部片子我都只做这样的工作，但是我发现说，如果我要做好，如果我意识到说我想要我一辈子走导演的工作在台湾，然后我要做得很好的话，我势必要想办法把片子推出去。对，那台湾没有这个制度，台湾这些东西还没有一个很好的体系在 run 起来这样子。那谁来做？谁可以像导演把自己的片子当做 baby 一样的为他努力卖命？就是我们的伙伴们跟愿意这样一起支持我嘛。那如果我不做我不推的话，哇，那真的大概只真的就会像我之前的片子那个把它摆在家里柜子里这样而已。但是问题是他是我们大家花了很多心思，花了很多努力，然后他对别人，他对观众是有意义的。那如果不把他推出去，这样不真的很可惜吗？对啊，所以我们花了很多很多的心思，我们觉得说，我觉得啦，一个导演他要为自己的片子负责，那个片子负责不是只有片子好看而已，我还要确保他可以放映，然后去让更多喜欢他的观众看到。然后可以去，真的有些东西真的是可以传达到观众身上。
那其实纪录片它，老实说，纪录片一直以来它都具有某种社会性格，它有想要改造社会的那个意图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说，哎，很多时候它很多，我觉得改造社会必须先从家庭开始。我觉得改造社会，我觉得家要从家庭开始，对不对？然后家庭开始要从婚姻开始。我觉得，而且那个，我觉得那个是一种观念的改造，观念的那种激荡，然后要让人们至少在这个现代社会，其实已经普遍不相信婚姻的社会，开始愿意燃起一些些希望去相信婚姻。你知道我们在放片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观众很好玩，他就说，哎，他真的不敢相信，说现在居然有人敢说婚姻很好，然后叫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件事情，他觉得哇，太神奇了，因为现在的那个包括那个败犬女王，是不是？我们一个朋友就那个传讯息给我说，那个败犬女王的结局是怎样这样子，然后他说，哎，真的，现在社会其实我们对于婚姻其实是已经觉得说它是很，要么因为我们看太多的那个媒体报道。其实我就跟我朋友说，你现在看你一天生活好了，啊，那个打开报纸，哇，情杀、外遇，然后就那个报纸里面都这样子。然后你去上班之后，朋友跟你讲说，哇，那个谁谁谁又失恋啊，怎么样，就开始八卦这样。然后中午吃饭的时候边看电视，哇，那个一样，哇，那个哪个女明星劈腿，然后什么什么，这种新闻太多太多了。然后你回到家，你以为你可以清静的，如果你跟你爸爸妈妈住的话，那个妈妈可能就跟你讲说，哇，那不是为了你，或者再跟你爸爸离婚了这样子。就是当然我故意夸饰啦，但是我要说的是说，你有没有去想过你一生，你一天当中，单单一天，你去看你的一天当中，你接收到多少对于就是这个主题啦，比较正面的讯息呀、啊。我们并不是说你一定要结婚，而是说它至少是一个功课。不论你的人生，你不论你要或不要，你就是它就是你的一部分，你就是得学习这件事情。那如果说你就是，如果说我们的人生，我们每天接受到的资讯都是那样子的负面的话，哦，被倒很多垃圾。你能够，你可好？你如果你今天刚谈恋爱，你很开心，你可以挡个三天五天一个礼拜一个月之类的。但是如果今天你刚好失恋的话呢，或是你刚好你看到你那个你喜欢的人跟别人在一起的话呢，你真的会听进去哦，你真的会觉得说啊，那个男人就是喜欢波霸，女生就是喜欢有钱人这样，你真的会开始坏，你真的会听进去哦，你可以挡得了几次啊？对啊，那。但是我觉得说，好，我们能不能够去好好的来谈这件事情？我们不要说要或不要，没有一定，没有什么任何没有任何事情是一定要或一定不要的。但是我们能不能用比较建设性的态度来去谈这件事情？光是谈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用比较理性的方法来谈吗？对，那怎么样可以做到这一点？怎么样可以去在全台湾去燃起一阵旋风？就电影喽。就上院线咯。对啊，如果海角七号它造成一股奇迹，哎，当海角七号这么卖的时候，全台湾都在讨论它，全台湾都在谈，哎，那个乡村跟城市，哎，那个年轻人怎么样这样。这是一个一个最棒的方法，一个最棒的我们去改变人心的方法。对啊，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这么拼命去推，而且我们不是为了一定要票房赚钱，但是我们如果要去改变人的话，他势必我们希望能够在全台湾造成一阵旋风，这样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厉害的。然后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成功，因为我们已经走了一半了。那接着呢，就是邀请大家一起加入我们，成为我们的一份子，然后让我们真的把500个人找到。然后你可以想象吗？如果全台湾，好，我们这边有200个人嘛，你们可以想象，如果全台湾有500个人，他们对于婚姻、对于情感的态度有所改变，然后他们会不会去改变？他们会不会去影响其他的人？
单单五百个人，如果单单五百个人因为信念的改变而去开始改变他的情感关系，改变他的婚姻的时候，然后去拥有在这个部分能够越来越好的时候，你觉得台湾会有什么不一样？他们会不会去影响别人？然后一些任何的很棒的事情，其实都是从小众开始的，都是从大家一个传一个，然后开始去影响别人啊。对，所以五百个人虽然数目不多，但是他真的可以改变，可以改变点什么，可以影响点什么。然后这是我们想要做到的，然后这只是个第一步，至少我们先燃起一些希望去做点什么，这样。好，那还有没有想要问的？还有十分钟，有没有？你好。我不是想问问题，我是想做一些回应哦。好，那个刚刚吴导演你说，有人说，现在居然有人相信婚姻了啊？那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很奇怪了，因为，我们通常对婚姻都是，就像吴导演你刚刚说，都是从报纸上面看到都是情杀或什么外遇的。那事实上呢，这种事情是因为它很特别，所以他才会登报。那事实上我们接触的，我们看一般的人其实都很好啊，像我那个我认识的人几乎婚姻都很好，就觉得都非常幸福，就觉得婚姻就是说感觉就非常好，就是到后来就是觉得说，哎，这个婚姻到最后都是变成好像变成两个人变成一个人，就是说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这样子就感觉就在人生道路上面就是有多一个人帮忙你来分担喜怒哀乐。我就觉得应该不应该对婚姻失去这种信心，因为以我看起来很多人都非常幸福，所以我鼓励大家不要被这个媒体所吓到了。没错，对对对对啊，对啊，因为你想想看，在你旁边的人，我们看到的都很善良，对不对？可是你一看报纸，好像每个人都好像很坏。那可是你自己实际上看看，你都是觉得，哎，台湾人真的很多非常善良又非常可爱的，婚姻也是这样子，大部分都很好，只是有不好的时候才会上报。对啊，对啊，哎，就是，没有错，就是婚姻好的人其实不少哦。但是问题是，这些声音怎么都没有被看见，只要这些经验都没有被传达。比较特别的东西，比较那种辛辣，比较那种血腥，才有可能上报嘛。你说我跟我先生很恩爱，不可能上报嘛，对吗？就是对啊，对啊，没有错。但是有可能上纪录片。对啊，其实我觉得美好这件事情啊，很美。其实，在生活中恩爱啊，甜蜜啊，其实它也很戏剧性啊。你真的觉得说，哎，很多一些。就是一些很甜蜜的甜蜜，譬如说我片子最后啦，大家还没有看到，他们片子最后我其实是拍一对夫妻在咬呼啦圈，但是那时候他们我片子里面只有呈现几分钟，但是他们玩呼啦圈玩了一个小时，然后我在拍的时候我几乎要落泪这样子，因为他们两个都是中年人哦，就是那个艾娟，就是二度婚姻求婚的那个吼，他们两个都中年人。然后就为了要玩那个，他们两个一起在玩那个呼啦圈，然后就那种要用尽各种方法要两个人一起摇那个呼啦圈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好，这个譬喻好贴切哦，就是婚姻其实就是这样啊，你有没有办法哎去彼此去调试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位置，然后一个律动，然后可以一起去把呼啦圈大大的呼啦圈摇起来，对啊，我们怎么合作，我们怎么去协调，怎么去沟通。然后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他们就玩得很开心，然后我看到我都快流泪了，因为我觉得好好感动哦。虽然它那么简单，但是生活中其实充满了这样的一个很多点点滴滴的一些乐趣，但是它没有，它不会被看见，或是说我们常常忽略它。对，那我觉得纪录片它可以去呈现的就是这个东西，然后把很多美好的部分也呈现出来，然后更有趣的是说，哎，它不是你看那些美好部分不会觉得难看哦，你反而会觉得很感动哦。对，那我在拍纪录片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拍这部片啊的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在研究说，到底要如何感动人啊？
欸，感动跟同情不一样哦。你不那个跟同情觉得很可怜，然后落泪，自己很惨，落泪悲伤不一样哦。到底要怎样你会觉得感动？到底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如何去创造感动？然后我到底我要怎样去把感动记录下来？我一直在问这个东西。然后我觉得你们也应该问问自己这个东西。我们如何在我们人生当中去创造感动？也许没有镜头帮拍你啦，但是你可以去为你自己的人生创造很感动的一部作品，这样子，一部爱情电影，你自己心里面把它拍下来，这样，然后会真的很美，很美，很美，这样。好，谢谢你的那个回应。还有吗？哎，你好，我想请。我想请教一下哈，你有没有试着想到说是跟公家单位合作？据我了解，很多县市都会有集团结婚，那集团结婚之前都会有一个婚前一个教育或者是一个宣导。那像家庭教育中心的话，他也会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其实你可以利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跟他们申请经费，就是挺好用的一个管道，像教育部。去跟他申请经费，那而且像你这样子一个东西，像他们在做婚前宣导的时候，很适合，我觉得蛮适合给一些即将步入礼堂的一些新人做一个警惕或者是一个提醒，蛮好的，试试看。太好了，幸好我们制片在现场，梦境听到了哈，谢谢谢谢。哦，有，我们片子里面，就是在电影的那个版本里面，其实很多配乐这样子，然后都很好听。好，谢谢你。我们其实一直在找各种资源啦。我们其实现在一直就是谢谢你提供我们这个管道，因为我们其实我们还要再办很多场讲座，因为我们要马不停蹄也赶快把250个人找到。对，那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很好的发行商，然后。之后我们其实很多发行费用都会出去，所以我们其实现在正在努力的把剩下的250人找到，不然我们真的要去贷款了。没有，我们已经把贷款书写好了，放心好了，我们会活得很好。好，那不过就是这件事情啦，其实我们真的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们真的其实我们需要很多很多大家各自就是各位朋友们大家的提供很多很多的可能性啊，如果你可以愿意投资我们的话，当然非常非常开心。那如果你可以帮我们多找几场可能去办讲座的地方的话，那就是请你可以跟我们联系。那就是孟京，是你跟大家招手一下，他是孟京，他是我们的制片。如果大家有一些讯息，有些什么事情可以提供给我们的话，都你待会都可以跟他联系。好，那今天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就是。谢谢，非常，你说哪两个问题？如何创造感动？哦，如何创造感动哦？好奇想知道一下，你有没有答案？就说其实我发现说在你的拍的片子里面放一个很好听的音乐，会增加那个感动力。那我想知道你的答案。没有放感好听的音乐，那个。它是一个效果，但是我们如何在人生当中创造感动？我一直在想，我前几天我在跟我制片讲，我就说我真的有学到东西，这一路下来哦，我发现说我之前其实真的把自己跟很多人置身事外，就是也许大家看起来都是朋友，或是好不，其实我觉得那个东西不只是在情感上，我觉得友谊上、家庭上都一样。然后我发现说，哎，我真的没有把。别人的世界纳进我的世界里头，就是我觉得那个当你知道说有一个人他心里时时刻刻都知道你的状况，然后在你需要的时候他真的会伸出援手，或者在你不被理解的时候理解你，我觉得那个我自己觉得啦，那真的会感动这样。但是我们有没有办法
去创造这样的感觉出来，我没有办法把别人的世界纳进来。妈妈为什么妈妈会让人家觉得很？为什么我们所有的人都在世界，所有人都在赞扬母爱？因为妈妈就把妈妈的世界里面，她把小孩的世界完全的纳进来，这样。其实我觉得婚姻里头，她也应该要如此这样。然后你会真的知道，哎，老公在什么时候真的需要你的支持，然后你也会知道老婆在什么时候真的。只是需要你抱抱他而已，这样。好，这是我的一些简单的那个体会啦，还有很多，我其实希望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那真的谢谢今天在这里，大家坐在下面跟我那个听了我一个那个100分钟的那个分享哈。那希望那个之后在相见的时候是在戏院跟大家相见。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吴泰任吴导演，非常精彩的分享哦。刚开始我说我有点担心，说哎，他太年轻了，可以说服大家吗？可是，我其实非常的敬佩他啊、哦。那我觉得我们从吴导演个人的身上，其实我们学到很多。我觉得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范。那他在追求梦想的过程当中的那个勇气跟。方法我觉得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的，就是不管我们未来的梦想或者你人生的道路的选择是什么，可是你需要有那样子的勇气，还有你需要去找到你达到梦想的方法。那我觉得他是又用勇气又懂得方法 的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哦、那我想透过他的现身说法应该可以给大家一个启发，因为我们很多同学你未来你会步入职场 会面临非常多的人生的功课，那婚姻其实就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那当然 你可以不一定要选择进入婚姻的殿堂， 你也可以独处，然后也可以各种的不同方式，因为现在实在是太多元了、哦、可是你总是没办法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社会、哦、那你一定会要学习如何跟人相处、哦、不是只是跟电脑相处，那所以那个沟通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对一个家庭需要去经营，对于我们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其实也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它是要很用心的去经营的。那我觉得这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影片、啊、那 我自己很高兴有这个慧眼可以邀到那个吴导演来跟大家分享哦，那很期望他这部影片真的可以影响更多人，让更多人看到。那我想在场的同学们不见得现在就有能力成为那500壮士之一哦，不过你们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做的，就是在你们的部落格或者是你们熟悉的媒体上面，你们可以去帮忙宣传这部影片，让更多人未来他可以共同来支持，走进电影院来支持这部片子。 我相信就像吴导演讲的，这部片子它不是只是要创造那个高的票房那个收益，而是希望传达那个价值。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台湾社会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珍惜这个可能它是被隐而未显的这个价值， 我相信整个社会其实它会改变的、哦、那很高兴能够透过《寻秦历险记》来跟大家一起再回顾，我觉得我们很少在台湾现在这样子一个媒体很比较极端化的那个时代里头，已经很少被人家再重新提起的一个最基本的家庭的价值。那我想希望让大家看到了也有所启发，那也透过这部片子预祝我们所有在场的不管是已婚或者是未婚的人都能够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幸福。好，那我们最后再用一次热烈的掌声谢谢吴泰任吴导演，谢谢谢谢。好，对，好。